Qingmei, 你说有事要我帮忙, 是在这儿吗? 嗯,阿乔姐姐, 全村的希望都靠你了。 这么夸张, 不过我会尽力的。 可怕的幽灵， 青梅, 我们快逃。 逃? 为什么? 青梅, 圣花灵, 七元一月带来新的耳石, 请帮助我继续维持永雄村的生命, 请您再赐给我力量。 很好，大乔姐姐，别怕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啊！你身上这是？你的遗言是？ 果然是上古妖灵，大家别太靠近，小心魂灵被他吸取。青梅，快过来！啊，果然是真的，天人降世，重返华西登天门仪式就要实现了。当年被你们害的，我只能隐居躲藏，现在，我的魂灵快搜集够了，就差你们了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雨哥哥不好，为什么都回来了，还一直想要出去呢？明明我都让大家接受雨哥哥了。青梅，不对，是青梅的错，是我没有遵守跟你的约定，带你守护咱们的村庄，才会。 哥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阿娘，阿
守不住约定了，雨哥哥。有没有办法？那个人，你是谁？一个路过的旅人。旅人？旅人为何要在这儿弹琴啊？你来自附近的部族吗？都不是，我只是一个远道而来探访仙灵的旅人，为了讨那仙灵欢心，所以才弹琴。仙灵？是啊，在这桃花林中有座神秘的洞穴，在那洞穴中有位神秘的圣花灵。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据说只要向圣花灵许愿，什么愿望都能实现呢。什么愿望都可以？哦，小姑娘这么有兴趣，是有什么愿望想实现吗？有啊，我希望守护和雨哥哥的约定。那么去找他吧，有什么愿望，伟大的圣花灵都会帮你实现哟。嗯，还是算了，雨哥哥说实现愿望要靠我们自己呢。真有志气。嗯，我也觉得雨哥哥很有志气。对了，旅人哥哥，看你不像坏人，我才和你说，这附近我放了陷阱，你出入小心一些。我会注意的，你真是贴心的小姑娘。圣花灵，您就是圣花灵吗？我的村子被夷人灭了，圣花灵，我求求您，能不能为青梅复活村人？求求您，青梅给您磕头了。我不要磕头。啊，您要什么？魂灵，好多好多的魂灵。复活一个人，就要用一个人的魂灵。要复活一个人，需要另一个人的魂灵吗？那个攻击咱们的部落，可以吗？青梅试着引他们来。云，谢谢你，圣花灵。帮我守护村子，守住我跟雨哥哥的约定。哎，小姑娘，别跑啊，我们会好好疼你的。那是什么？好孩子，做得很好。啊！去吧，去看看无知力量。
阿茂，你说什么？阿茂，你回来了。怎么可能？你们明明都死了呀！我把大家都救回来了，这样等雨哥哥回来，一切就和以前一模一样了。青梅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我没做什么，我只是守护和雨哥哥的约定而已啊。雨哥哥，你开心吗？雨哥哥，为什么哭？是青梅做的不够好吗？可恶，这妖灵还没死去吗？喂，这上古妖灵以魂灵为食，也拥有入侵人意识的能力，夺取侵蚀人的心，只要吸附的耳石仍在，便不会死去。司空云，除去他，能救回青梅吗？来不及了。此妖灵已跟青梅的心与魂灵合为一体，分不开了。再拖下去，青梅的魂灵只会完全被妖灵消化，不负有自己的意识，也不会记得任何人，消失殆尽。你是要我杀了青梅？沐月姐姐，真的没别的办法吗？这是帮助她，使她魂灵不致完全消失的唯一方法。青梅，为什么？青梅只是想让雨哥哥有家的感觉，要族人对雨哥哥好，就算只有一天也没关系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青梅不要忘记雨哥哥，怎么可以？我还要守护和哥哥的约定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糟了，青梅意识恢复，加快了这妖灵复苏的速度。雨哥哥帮我开路，安全得很。不过一餐温饱，一夜好眠，能让人感到温暖，暂时忘记痛苦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既然他的声音这么像鸟鸣，又是竹子做的，不然我们管他做五色鸟鸣竹吧。看雨哥哥心情不佳，青梅唱首曲儿给你解闷呢。马儿马儿草上飞，飞过草原飞水湄，摔到一处烂泥巴，大蛙看得笑哈哈。我怎么下得了手？马儿马儿草上飞，飞过草水梅，摔到一处烂泥巴，大蛙看得笑哈哈。青梅，看雨哥哥心情不佳，青梅唱首曲儿给你解闷。
青梅。雨哥哥，你杀了我吧。青梅不想忘记雨哥哥。青梅跟阿娘会在天上一起守护雨哥哥。任何人遇到这种事都，何况他还亲手杀了自己的亲人。报告，主子，村外桃林已搜索完毕，无任何部族的生存迹象。真的都没有吗？回王子妃的话，我等只搜索到残破的空居。都下去吧。是。人死复生，谈何容易？那妖灵仅是以幻术惑人而已。这期间为维持幻术之力，才需吞食不少魂灵。司空大哥，哎，司空大哥，你要去哪儿？
这是真是谁把这张放在人家门口，真是乱来。春姨春姨，我来送东西了。季叔为何要送东西给我们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不送会被骂的。真不知道哪儿来的拐杖，让季叔跑得飞快，一下就捉到我，要我来送东西。好教你武术，你也不会自己搞些无用的陷阱，可惜了一株好苗子。想当初咱们有熊一族的先祖在战后四处流离，好不容易才生存下来。女儿，你要明白生活艰辛，不要只想着做这些孩子玩的东西。说了，总之日后不许再搞这些陷阱，你们回去收拾收拾，预备迁村吧。如果当初我不弄发陷阱，庆美就不会被捉。庆美不被捉，咱们就不会与斋户那厮正面为敌。以往总觉族长遇事只想千村胆怯，但他一人要顾及整座村庄老少，也许他也是不得已。无论如何，族长，我已经没有机会向您说声您辛苦了。阿宇歌手最强了，好厉害呀。没什么。阿宇哥，下次何时我帮你加陷阱，你觉得我可以吗？你怎么对陷阱这么感兴趣？不是对陷阱了，是想帮忙保护村人嘛。下次吧。嗯，我们说好了。
村子原来有这么近吗？